陈庭欣呢日出席健身中心开幕礼，男友杨振源系投资者，咁揾庭欣做代言人，唔知会唔会有优惠价呢？我商量嘅都系交翻俾公司同佢商量，因为始终公司都系我嘅经理人公司嚟噶嘛，咁所以大家都互相尊重嘅。不过我觉得自己我系一个好称职嘅代言人咯，我敢肯定。我都会好努力地去做好自己，先会去同大家见面咯。另外，马德钟平时同老婆出双入对，原来就连做 gym 都系形影不离噶。系啊，我觉得一个好嘅家庭活动嚟嘅，因为反正都出去啦，咁一架车咁大家一齐做运动，一齐翻屋企，咁系好开心嘅事嚟。最近马德钟仲去咗法庭旁听，为新剧演嘅律师角色做定功课啊。系啊系啊，所以近排都做好多功课，咁啊睇好多唔同嘅电影，咁啊都唔一定系睇一啲法律题材嘅，咁啊睇好多唔同嘅题材。咁都希望喺入面揾到啲元素可以令观众喜欢。